国防部为推广全民国防教育，每年夏天举办暑期战斗营活动，借由多元化的军事课程寓教于乐，引导青年学子体验国防事务，认识国防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今天的节目将透过镜头带领观众了解战斗营的精彩内容，一同感受青年学子挥洒汗水体验军事课程的实况。外岛的金门、马祖、澎湖战斗营具有浓厚的战地特色与风光，总是吸引学子踊跃报名。不论是参访著名战役的战史馆，或实地走访鬼斧神工的军事设施，以及亲身体验炮操演练，都让他们对国军官兵早年在物资缺乏及生活条件恶劣的环境中坚守岗位、戍守最前线的坚持与毅力感到敬佩。觉得还蛮累的，就是有 很多事情要做这样子，就是都要按时间去那个速战速决。也有看到弟兄们跳炮操，可以感觉出来他们平常训练都很精实，也很辛苦。还有看到拉敌火，那个场面真的非常的震撼。南台湾炙热的天气，抵挡不住海上生活体验营及两栖勇士挑战营学员的热情。课程内容让青年对海军巡弋海疆的坚强战力有进一步认识，而空军举办的航空战斗营与航空科技体验营广受青年欢迎，满足了年轻人翱翔蓝天的梦想，也更加了解航空科学的知识。我刚体验的是 AT3 教练机的模拟机，然后我本来以为教官可能会有点凶之类的，但其实还好，教官对我们非常的细心，就是他有跟我们说，这个是操纵杆，这是油门，这个是襟翼，然后要做就是做怎样的操控，然后他前面讲的时候，我都在旁边很认真的在观察其他学员在操纵的方式，有满足到我的欲望，因为我非常想当一个飞行员。这几天的收获其实是看到我们国军有那么多精良的装备跟武器，然后还有那个部队之间、人员间这样紧密然后流畅的交流，让我觉得我们军力是无穷的，这是我非常大的收获。海军它身为一个科技兵种，它需要仰赖就是成员之间高度的这种配合默契的整一个运作模式，尤其是我现在自己亲自造访之后，我更可以体现出来，就是每个人他负责在自己的单位各司其职，然后就像是然后把所有的个体组成起来，就像一部巨大的机械才能运作。所以我认为海军里面任何一个人他都是扮演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由陆军特战部队担纲的伞训特战营，让学员大呼刺激，战斗气息浓厚的铁卫前锋战斗营，带领年轻人深入感受军人所面对的环境与生活。而成功岭实践回蓝射击体验营，则让青年学子一圆神射手的梦想。另外，初次亮相的宜兰清溪国防体验营，则让学员体验山地连野外求生技能，参访国军战斗部队，实地见证结合在地文化的军事特色活动，别开生面。体验是很有趣，但是它要动作标准或者是姿势对，其实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跳伞下来的时候的安全动作是很重要的。机车的部分啊，重型机车我觉得很厉害，尤其是我看到那些就是驾驶真的很厉害，就是中午的时候都还要出来训练，而且还要全副武装。那他们的每一个，就是因为他们说那个重量大概是1300，对，那其实真的还蛮累的。
顶着大太阳，然后要在路上这样子推那个车子，这样每天不断的练习，那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很厉害。因为之前就是打过的都是25公尺的，然后175公尺的时候，真的觉得瞬间变超级远，然后就很难秒。就是虽然我努力秒，但是也不一定打得中。就觉得他们很辛苦啊，就是不管在什么恶劣环境或是长官的命令之下，他们都要去做到那个他们要达到的目标。所以就是他们真的很厉害，然后也让我们了解到全民国防很重要。在国家重要庆典上，三军乐仪队精湛演出向来是瞩目焦点。参加军乐体验营的学子由军乐队官兵指导管乐吹奏，仪队体验营则实际体验国军仪队出勤装备和军礼训练过程，让学员一窥仪队官兵雄壮威武的仪态背后，历经严格扎实的训练过程，深刻领悟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意涵。在大太阳底下，就是军人他们操演军乐队，他们是穿他们自己很正式的长袖长裤那种衣服，可是我们是穿一件很轻便的排汗衫，然后可是我们穿这种排汗衫就觉得很热，所以就已经体验到他们辛苦。自己也是学生一队的，所以就会特别想要了解军中一队的一些作息啊，或是他们的枪法，就是军中的秩序跟纪律是比学生一队还更严谨，从中学到很多东西，就是接触到一些军中的一些生活，然后知识，然后技巧。不仅战斗气息浓厚，暑期战斗营也有让青年学子变身军事文青的知性活动。新闻研习营带领学员了解电视拍摄流程，亲自登场担任新闻主播，参访国军三大媒体单位。医学研习营则引领学员了解军事医护人员技能，增进他们对军政医学的兴趣与服务精神。此外，分别在国防大学理工学院及中正预校举办的国防科技研习营、科学体验营，以生动多元的教学方式启发学习兴趣，提升基础科学知识，不仅深耕全民国防，更为军事基础教育扎根。这几天接触下来，发现医疗真的是一件非常辛苦的工作，就是他们需要如果有紧急状况发生的时候，他们是需要上战场支援的嘛，所以觉得他们所受的训练真的是也是非常艰辛。我自己就是想说参加这个营队，先来提前先体验看看这边的体制，然后看看这个生活是怎么样的，然后我以后就真的有在考虑会投入这个军中的行列。108年全民国防暑期战斗营新闻研习营于15日起在国防大学复兴岗校区展开为期4天3夜的体验课程，当中不只学到了广播、摄影、剪辑等实作课程，更了解如何当主播，更到各单位实地参访，并且学习到许多新闻的相关知识，了解军人相关工作的特性，达到全民国防教育的目的。记者林佑任台北报道。其实就如同青年学子们的体悟，一个任务要能成功，需要所有人齐心协力才得以成事。今年暑期战斗营精彩风貌的背后，代表的是投入营队准备工作的官兵，付出时间与汗水，终于打造出充满欢乐与感动的知性园地。包含营舍的整理，然后军礼装备的调阶，那菜单的一个研拟，相关的准备呢，都是因为希望说在战斗营这段时间，能够让学员不管都在生活设施上面、课程安排上面，或是军事体验课程，都能够体会金门的一个在地文化跟战地风情。在礼拜六或礼拜日的时候，甚至我们自己的放假时间，我们可能也找一间咖啡厅，或者是大家我们看到我们海军团服里面大家很帅的那个开场舞，这个也是我们利用假日时间在某个捷运站的镜子前面，我们去做练习的。所以
我们真的欢迎大家来到，那因为有大家来到，所以我们也是很努力想要把海军最好的体验跟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大家看。我们希望可以透过这次的活动，让他们了解到空军的整体运作，并不是单单的只有飞行这一条道路，它还有相关多的后勤资源、机务准备、相关的勤务资源，才有办法造就一个飞行员。哦，这也是让大家深入了解到空军它活泼的特性之下，是许多辛勤的人员所建立出来的。我们要教官兵这些专业的东西，其实它都是透过训练，但是这只是短短的一两天，我们要把这些比较专业的东西带给他们，那他们能够透过信任我们而让他们有所成就，其实我们真的还蛮感动的。心情播种，欢笑收割，暑期战斗营的成功得到了温馨回馈，有一封来自学员家长的信，述说着孩子的改变，令人感动。看到孩子在这短短的四天三夜里，竟然有这么大的转变，从一个从不整理房间的孩子，居然开始会自己折棉被、自己洗衣服，还会一边洗澡一边唱着军歌。我们从担心到认同，从不相信到肯定。谢谢国防部的长官们，给了我们这样一个这么好的机会，让孩子蜕变成长。今年度全民国防教育暑期战斗营已经画下圆满句点，青年学子除了挑战自我，也成为深耕全民国防的种子，凝聚国人国家安全人人有责的共识以及全民国防信念，更进一步在未来成为国防施政的有力后盾，促进国防事务稳固发展与长远进步。